呢个就麦国辉啦，远个龙门嚟噶吓。喺呢场嘅赛事入边咧，就喺场边啊准备咧进行呢个比赛。咁啊，双料娱乐嘅头场咧就系咧系蓝衫嘅五一七咧对愉苑嘅，蒋世豪送过咧右手边，新嘅愉苑外援咧麦斯基仔追呢个波，但系追唔到嘅。咁结果咧又咧系五一七嘅防守球员啊，呢个咧系黄雅乐咧就系踢翻出嚟，但系踢唔远咧又落喺咧愉苑嘅脚下，一弹弹横，活达杀入嘅禁区入边，好不幸啊！就四号嘅防守球员啊，呢个曾少荣就犯规嘅，咁啱啱入咗禁区内啦，球证亦都咧系俾咗远一个直赢，一个十二码，咁啊呢个波咧就黄啊呢、這个就活达啦搏翻翻嚟噶，咁啊睇下简炳可唔可以咧学出呢个十二码唔得啊，咁啊俾咧系防守球员咧高尔咧就系咧射入一比零。这个高尔呢就上一场对星岛的赛事入面呢，他就对陈子刚呢就是有个粗暴的动作呢，就是纪录少了稍后时间呢研究怎样呢是处理的。一比零呢打开纪录之后呢又再来了。这个波顶高了五一七的防守球员。在底线呢捞不到回来呢，结果成为呢是角球，非常之可惜的。欧阳少伟呢就是输了这个角球的。新外援麦斯基仔近处，再前啲仲有一个咧系入咗嗰球十二码嘅高尔顶翻出嚟，门前一边嘅混乱之下咧，咁又系咧由呢个胡耀国咧就喺门前咧就系执翻个死鸡咧，咁禁区入边咧当时亦都系好多人啦，同埋咧五一七亦都将个防线咧系拱得太近呢个白界线啊，完全系好难咧判断咧有冇越位嘅，咁所以咧胡耀国亦都入球嘅地点咧系距离个龙门口咧不足系三码，二比零啊！天色咧渐渐诶黑暗啦，开咗灯噶啦。郭耀雄准备落底线咧，就俾对方嘅勾跌，又有一个罚球。五一七咧防御啲咁诶罚球方面咧就比较薄弱啲。呢个波顶得靓啊！哦，弹翻过去咧，虽然咧简炳康咧扑咗出嚟啊，咁但系落喺呢个活特嘅脚下，活特咧当然毫不客气啦，就以咧脚背一弹射成系三比零。蒋世豪咧就系头锤扇埋去嘅，蒋世豪咧开唔到斋，咁啊就反而益到呢个活特噶。咁活特咧就系个头咧就系拆损咗，咁啊咧就可以继续比赛噶。不过咧就要嚟扎住。好啦，上半场咧就系仲未打完噶，远咧应该仲有机会再嚟嘅。又系活特啊，佢入去禁区咧揿到地方，个射程咧系四比零添啊。咁啊喺不久之前咧，远喺呢个第一阶段第一循环嘅赛事咧，亦都以一个好大嘅比数啊，系赢过咧五一七嘅。这个波咧就顶翻落呢个活特嘅脚下，活特咧毫不客气咧，亦都射出一个好靓嘅地波啊！喺咧系龙门嘅左手边嘅地波嗰边咧入嘅，呢位就系远嘅统帅之一啦，冠永贤。好啦，换边再比赛，咁睇下究竟咧远可以咧继续入几多个波咧？新嘅外援球员啊，连下两番嘅施射咧，第一下就俾龙门挡出，呢位系司机。第二下射波咧就俾简丁康咧就喺咧系第一下挡出，第二下佢自己射中呢个网侧嘅。非常之可惜啊！呢位新嘅外援咧，就系咧系继续受到咧远嘅观察，睇下可唔可以咧系同佢续约到季尾。但系听讲咧，就个机会应该咧就系咧少过一半啦。赖启卓斩埋去，斩面孔甩手。郭文迪再射，门口又有咧球员咧救空门。呢、这个时间咧已经接近咧系整场比赛嘅完场嘅阶段啦。再睇睇咧。这个赖启卓斩入去中路，简炳康出来接到啊，地滑波失，变咗咧个波啊甩咗手出嚟，咁好彩咧门前咧亦都有黎雅贤咧只救空门啊挡翻出嚟，关宇卓俾咗波啊，脚背咧片片过咧系禁区入边嘅咧活特扣埋过对方嘅咧，诶呢个咧系黎雅贤，然后咧射成系五比零啊，个活特咧。佢嚟咧系远前锋面最危险嘅咧系球员，总共咧射入咗三个入球嘅，摊到洞，咁到对方嘅咧黎雅贤咧追到埋嚟，然后先再扣佢，再用咧系左脚嚟射入噶。咁啊，最后一场嘅联赛咧，远以咧系
5-0嘅大比數咧，再次贏517。繼續我們看法通對流浪的一場比賽，這個流浪的新外援黑墨龍的球員卓拉四號球衣紅衫，這個是好了，球賽又展開了，在白衫藍褲右攻左的法通策動攻勢了，一比是比過來這邊先，跟著黃志輝就斬到遠處，哎呀射過來中間一輪運戰，哇最後就流浪的球員門前將球頂出去底線得保不失，頂球的就是23號的郭家琪古灵权，法通的教练，好啊！这个罚球都射得几阴质啊！哇，我点知咧就俾流浪嘅守门员郑家良咧就系瞓咗出去底线，科士打射呢个罚球咧喺柱边飘埋去嘅。继续比赛啦，咁啊睇睇啦，呢个巴布利斩呢个波咧直嗰头，直嗰头咧益咗咧流浪嘅守门员啊，郑家良。而家咧見到咧流浪嘅一個球員啊，呢個咧係林曉峰咧就撞到個嘴。啊呢邊啊，原來呢邊咧同科士打鬥攝位嘅時候咧，就係科士打咧就碰到佢個嘴。咁啊球證咧俾第二張黃牌咧俾科士打咧，將科士打咧驅逐離場嘅。幾所及呢位球員嚟香港揾食咁耐咧，未試過俾球證咧當場咧驅逐離場，今次係第一次啊！好啦，下半場嘅比賽嚟噶啦，哇！呢個波咧，巴布利開入嚟咧，頭槌一揼咧就中門楣咧，彈出啊黃偉德啊！中路守將黃偉德咧頂中門楣咧，彈出繼續嘅攻勢，咁啊今次由呢個卓拉咧係頂咗出嚟先。好啊，啱啱咧從後趕上啊，兩個打過啊，亨特咧將個波咧俾過嚟啊，馬田，馬田啦，兩個打過應該入嚟嘅馬田，哎呀，馬田呢個左腳太跳咗，哇！劉林山一次打開紀錄嘅機會，咁打到現時為止咧，雙方仲係打成0-0嘅平手嘅。好啦，睇睇咧，法通嘅角球开出嚟呢边，跟住咧呢个咧就巴迪咧远处执到心口浪，跟住咧左脚嗰个你拉埋去，但系俾流浪嘅守门员郑家良咧又托高咗。好啦，跟住流浪嘅进攻啦，梁志荣，哎呀略门而过，哎近埋一堆啊撞咗出嚟呢边，跟住咧马田仲一射散咗人弹翻出嚟，仍然有，佢将个波咧叫横角度散手咧，扎多少个球直咧起脚射门，但系俾法通嘅守门员嘅钟浩然咧飞身咧系救出底线嘅。马田啦，正话射波噶，而家见到细鬼张志德啊，流浪嘅教练。好啦，马田咧闹埋去，今次冇事。好啦，钟浩然咧开出个波，弹地而一顶，郑少聪一顶，跟住咧呢个咧系卓拉咧亦都收唔到步，咁啊只手踭咧就困到啊呢个咧系郑少聪个嘴。嗱，一阵间有慢镜啦，大家睇睇啦。嗱，呢个卓拉啊，黑墨龙嘅外援球员。第一場波咧，披上流浪嘅錢啦，但地而起，左手臂白衫嘅鄭耀宗一頂，呢、這個卓拉亦都升起咗只腳咧，係已經咧係冇辦法收步噶啦，咁啊唯有咧轉側身咧，想話避免咧雙方咧面對面冚啦，點知一轉咗身之後，隻手踭咧就批到咧鄭少聰個嘴。咁啊，大家咧嗰啲教練領隊咧都好勞氣啦，出嚟啊，旁證咧就勸開。咁呢場波執法嘅球證咧，方有法。好，咁啊，俾張紅牌咧，趕咗呢個卓拉咧，係離場。咁啊，結果呢場波咧，雙方都冇紀錄啊，打成0-0停手咧，就係各得一分嘅。喺加段嘅联赛仲差一场补赛先至系全部系完成啊！费东咧已经得到第一位噶啦，远排第二咧，升到排第三。南华仲有一场比赛咧需要打噶。咁射手波方面咧？